囚徒当龙必位，七阶局能牵制200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太。这一期的话，给大家带来是一个囚徒啊，帮忙辅助救人的一个视频哇。这版的话打得非常非常久啊。那么这边的话，直接一波偷人，然后找机会就开始保人之旅啦。哎，去这嘛，去那嘛。急什么呀？这板子不是可以绕两圈再盖吗？你会玩吗？弹射留着呀，过来呀，这不是有板子吗？过来呀，哎，老僵尸，板子不进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学会在板子上卡板啊，不要着急啊，然后骗他一下，就尽可能去延后。我操，傻不拉几的，我靠，真是傻不拉几的。让他一抬，又给他封住了，这摸点摸不出来，你看。不能死啊！啊，但是他震慑了，绕回来，我操！拜托。这边失误了没有关系，我们尽可能再多拖一会儿就行了啊。其实这个时候的话，再慢慢修机就好了。要没那啥，要没那啥，他来了，他等我一次，特别他有搏命了，我想起来，他也知道他有搏命了。哎，怎么直接扯呀？哎，你别扯呀，还血迹还少呢，你急什么？你过来呀，你过来呀，我给你卡住，你过来，对呀。哎呀，还热翔呀？你为什么不开热翔？压好了。发呀，直接发呀！对，哦，来一下，我靠，要换追了，不换追。大碗，我看一下，他溜200秒，溜600。